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用仙水石挑战一下这是第五集。这次减伤有多少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好像真的蛮高的，有87%这么多吗？第一关，好，挑完一次就变成三消了，哦，是正常的吗？这就是80%减伤，是不是？双队长，好，我有点忘记啊，贝鲁了。个血，睡觉的完喽。一好，再洗一回合，我就知道他会天降光珠。好险，我就消一 combo。好，这种非常重要，开技能顺序很重要，全开。好，开，全开。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来，就全体攻击。敌人这个时候大概只会打4D 啦，4D。第三关，敌人就直接开咯。好，直接打。我决定。踢皮球，哇，还是有星珠天降下来，麻烦。哦，没有，哦，有两颗。应该有办法带走。他会回血，糟糕，再踢一次皮球。嘿，踢起来没问题。其实可以在本多躲自爆，哎，对耶，在本多比较好。好，过了第四关，八 combo 以上比较麻烦。这边开这个有点伤，然后终于可以开这个了。八，完美。开这个加这个，希望可以消八 combo 以上。最好是啊，这么扯。哦，这里好像还有个先决条件，就是要有光跟心一起消才行，那个倍率才会是最高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哦，好想打过去了。第五关，慢慢磨都有办法磨过去的啊。哦，光珠够的话，应该打过去好像不是问题。哦，果然3000多万，好猛哦！再踢个皮球，只要不要卡住就好了。啊，踢不了皮球，对吼。这里好像只要打过一次之后，那个减伤就够了。伤害减伤太多了吧？不开库拉吗？我去，漂亮！然后这一下就可以直接转了。这减伤倍率才有够高。好，把光珠滤出来，光跟心滤出来就差不多。可以了。
好。好，再打一下，我就可以打你了。差不多了，那就直接来吧。哦，那个这个的话，就是把符纸转成光人族符纸会比较好。会有真伤，小幅度的真伤。我觉得黄忠不要开是不是比较好啊？踢皮球的感觉伤害比较高啊。我们试着把黄忠关起来，然后开库拉比卡，这样大家来看好了。好像伤害还是没有说到很理想的。还是我削太烂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就先叠这个。刚才一人抖 M 跪直接秒过，对啊，这次就做球给抖 M 的、啊。哦，这个直伤好像有戏哦，是不是直接过了？过，反过去，漂亮，这才真反杀。好，接下来开爆发好了，两回合，哎，这个真伤，两回合，那会被挤掉技能吗？好像会。哎、欸，被挤掉什么东西吗？好像那个真伤被挤掉哎、欸，有点惨，怎么办？总算龙坑应该不用开吧，哦，开一下好了，就来羞辱一下他。直伤可以直接过吗？真的假的？这对直伤可以直接过第二阶段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你开爆发应该也可以过。总算要过啦，这对也是稳稳的，解双成就没问题。Yeah，稳的稳的，哦，大于21亿耶，好扯，啊，真的还有锁链无效解掉了，哦，这个就是集体技能队，够啦，简单、临时、稳定、快速，赞。